他这边是 I know that you know it, you know how to do。 好，你唱高音会，对啊，加好一点，好一点，我都还觉得你可以更高了。真的吗？你试一下原 key 好不好？原 key 是什么？原 key 真的有点高，我唱的原 key 是 G 调，是不是？永欢跟佳琪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我帮他们选的这首歌叫做《920》，它是一首男女对唱。如果我选永欢，永欢是女生，她其实非常理所当然。那如果我选佳琪的话，她会变成是一种惊喜，因为应该没有任何人听过《920》的男男对唱。中文有点，就是不是我的优势，但这样子我就在家里就会先念那个歌词，然后再唱单音，然后再开始唱旋律，然后再把情感放进去，我会这样子练习这首歌。不代表没有爱，永远在我心中 turning and running。 城市太浮夸，别想太复杂，我只想抱着她。Give me hum, my baby. Every time I give me hum, my. 佳琪，你不要唱吗？这里你不会唱啊？不是，我很多都是对自己很没有自信。就譬如永欢跟老师他在唱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进去或跟他们一起，感觉就是有一堵墙在那边。我不了解佳琪的情况下，我只能够用最男子汉的方式，我就是激你。佳琪，我问一个比较不礼貌的问题，我有听过你唱歌吗？有，在录音室对不对？有，因为我没有印象。那通常我没有印象的话，只会有两种原因，一种是他没有特色。还有一种就是他对他唱歌没有自信，你觉得你是哪一种？没有自信。对，他跟我说他很紧张，然后他对唱歌没有自信，但是我觉得他只需要时间。跟佳琪唱的话，我就要唱女生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应该就是唱原 key， 原 key 你 OK 吗？原 key， 好，保险起见，我是现在的女生。但是我不能表白。我今天学到很多东西，我也认知到很多观念，我觉得这次成长比往日来说还要多很多，接下来就是吸收。听拍子哦，你会一直赶拍子。这位姐，我刚才真的好害怕，我真的好怕。心中转动 turning and running、yeah、有时候我不能告白。永欢，我觉得他其实只要自在就好，然后享受在音乐里面，他状态应该都会蛮好的。完全，他完全就在状况内，完全很在状况，所以我希望我等一下放得开。永远在我心中 turning。太紧张，然后也不在状态内。其实我觉得彩排就是等于是视同演出了，我觉得这个都是会影响，就是我的选择。想问一下小宇老师，你也有选择了吗？需不需要给你一点时间思考？不用，因为他们我都算是接触过蛮多次的，所以我知道他们各自的能力在哪里。现在我站在这里已经有98%的确定我要选谁了。对，哦，第一个不用犹豫的老师。好的，小雨老师，你的选择是树懒和佳琪，谢谢。永欢，现在不是面临他们难道舞台被要灭绝了吗？不一样，全被杀光了。
我想跟小雅老师说，谢谢他一直在给我机会，一直要我去发展更多我能够发展的东西，这已经是很大的鼓励了。所以我很谢谢小雅老师给我这么多这么多，虽然也没有选我，但我非常谢谢你。啊，很熟悉啊！哎哎 ，2018 for what? For happy. Let's go now. 城市太浮夸，别想太复杂，有时候我只想抱着她。 Every time you give me up my baby, Every time you give you love my baby, 还好你有看见我的心，不用一个人夜里哭泣，伸出双手陪我走下去，张开耳朵听声音，心跳为你多清晰，看见你的美丽，我会永远陪着你。不用去管 people say， 不用猜想有多累，我们可以 fly away， We can fly away， 因为爱你就爱你。Hey, hey, let's go. I don't know why I wanna cry， 也需要这份爱，在我心中传动着。想做，要想有，要放轻松，跟着他。要想做，要想有，要勇敢。不用去管 people say， 不用再想有多累。Don't cry, babe。我们可以 fly away。Fly away, fly away。因为爱你就爱你。I don't know why I wanna cry， 也需要这份爱。我心中转动 turning and running、yeah、有时候我不能表白，不代表没有爱，永远在我心中 turning and running、hey, yeah、我已经张开了翅膀，跟你一起飞翔，勇敢追逐梦想，我要自由，不管别人怎么心中转动 turning Now one last time now、yeah. 有时候我不能表白，不代表没有爱，永远在我心中 turning and running One last time 越想做越想要，放轻松要跟着我，越想做越想要，哎哎哎，我觉得对永焕的了解，他应该也是第一次他放下吉他，然后唱啊那个 Punch 这么大的歌，算是一个突破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很好。唯一，就是你的笑容，就是在唱的时候可以感受到，我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怎么样，各方面。然后你一唱完那第一秒的笑容，你放到你前面演出的时候，那有多好。就差在那个状态，
然后我今天听到你很多声线，你发生了共鸣，跟之前相较起来是有很大的区别的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其实小雨就是会给跟他一起 合作或者合唱的人有很多的安全感，然后很多的包袱感，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永欢在台上的表现，我觉得他很放松的时候，我越听就会觉得越开心，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是很有魅力的，太棒了，恭喜永欢，永欢，老师好，我很嫉妒你，从来没有看到小雨有这么的放电的眼神，但是你太久没看到我了，不是因为我可能就是我很喜欢这一次的这个编曲，但比较有点可惜的是，我觉得 key 是有降 key 吗？降半音。哦，降半 key， 整体我都觉得很舒服，我很喜欢。但我比较想问小雨，是他唱的比较好，还是我唱的比较好？好。请选择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